其实刚刚我以为那个冰天雪地，我以为来到那个战力深邃，然后结果原来是下雨，啊，存档点，太棒！ 等一下，这个是……哦，好，没有，他尸体，完全没问题。 回头，不是啊，正常来讲，回头应该都会有东西才对。结果他竟然没有。安安 ，Hello， 晚上好，欢迎来收看。诶，应该这一章快结束。You published my research in your name again.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find out? And I have done you a favor.
You have no credentials. 就这个医生完全就是破罐了，破罐，总算破罐了。Nobody in the world knows you even exist. No, but they will know. I have surpassed you. 这医生根本就是罪魁祸首啊！ In every way you can imagine. 他帮助了这个阿萨斯。No matter. I have what I need. All that's left is the procedure. 还算 OK 啦，反而最后一个迷宫没有那么麻烦。That is why we are here. 就走来走去，然后上上下下就好了，不要紧。我都有放在那个 YouTube 的存档，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边就可以。我今天晚上也要来看看能不能破关，邪灵入侵啊。Precisely. 然后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 Assassin 他应该不止这一次，他应该有前面也找很多那个人，然后一直用进去。我突然想，喂。Trying to make me feel sorry for you. 不是，我突然想到啊，该不会那边怪物啊，都是之前实验的人？不，不要！我记得他背后，拔掉。上次我太蠢了，上次我会花一大堆子弹一直在打那个三个怪物，然后结果这边完全可以。而且我觉得可能要限时间呢，时间不够，可能我就趴掉了，我这边会趴掉。起来吧！呵、啊。哇！好，14章结束。而且我们安全区已经不再安全，应该说接下来就没有安全区了。我们那个贝姐也不见，贝姐也不见。为什么是基曼呢？怎么是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CB201，我可以直接起床，然后直接对他开枪吗？哎，怎么会是我？啊，这该不会在暗示吧？阿萨辛没有去那个莱斯类的身体里面，然后跑到男主角？不会吧？虽然前面其实就有一些预兆说男主角他也有一些症状。我怎么在这边听到那个安全区的音乐？太好了，终于连那唯一的安全区也不安全。Nobody here at all?先存档吧，我就像上次好像经过那个主线剧情，然后这边就不能存档，所以最好是先存档一下。
哎呀 ，Ruvik。Losing our minds. Losing our minds. Losing our minds. Leslie! Losing our minds. Leslie! Losing our minds. Losing our minds. No, 我是鲁维克。This way.照惯例一样，回头。哎，等一下，不能回头了啊！不能回去了。Hey, wait! Probably won't be any more big monsters. Next, it'll be the final boss.而且感觉他好像没有再出点数，好吧，看来刚刚那边就是点数最后的升级地方，接下来不会再升级了。绝命异次元，好像你之前有说过他有实况过吗？我接下来要实况一代啊，很久很久的了，好像十年有吧。鲁维克，我来试一，来试一，我看能不能在这边把你干掉，这样就可以阻止鲁维克。啊，你是无敌的。他说超好玩，好啊，到时候我玩一代的时候，我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吧，今天破关，然后挑战一下 DLC。如果可以啊，那就提 DLC 难度可以的话，我就继续挑战。明天也是一样 DLC。总之，邪淫入侵结束，我再换一绝密一次。Data Space， 这样实际上可以叫它死亡空间啦、啊。蛮多人都直接叫它死亡空间，比较好念。看我被 Impossible， 我觉得可能哦。绝密次元一开始就是很讲究啊，各种死亡 flag。This way, this way。你一直叫我过去，我开枪射你。Colin，他被送走了。绝命异次元就是让你挑战各种死法，到时候希望说啊，还有那个像邪灵入侵一样，到一个小地方，就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复活点，然后再从复活点读取。比方说是像那异魔二一样，你必须要用那个电话亭来存档。Beacon, just like Joseph said. 所以你不存档对不对？你一死掉，可能就全部都消失了，就是这样。到了欢乐颂，直接把他送走了，我可怜的来施礼呀、啊。想死死不了，啊，然后想要活下去又会被寄生。哎，我来试你在这边啊，我再发你一发。啊，可惜，我没办法帮你解脱，谁叫你是无敌的？哎，等一下，为什么我又回来这边？啊，不是，是瞬间移动。我可以回去吗？看起来回去也没东西啊。嗯，最终章了。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弹药吧。
点数不会再有了，最终章应该不会再让你升级。啊，回到这里是灯塔。I knew it。看起来不是一开始那个地方吗？哎，等一下哦，我突然想到啊，一直以来不是都在梦世界？哎，有点顺。那个鲁维克他是在梦世界里面啊，那怎么会一开始男主角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然后都趴掉，人都趴掉？突然想一想，这有点不太合理。最后应该也是用一火箭炮，惯例了，惯例了。啊，我想到了，可能一开始那个鲁维克就上那个莱斯里了。啊，然后那个地方是研究莱斯里的地方，就跟刚刚那个医生啊，刚那个医生不是表明了他是跟那个鲁维克合作。安安安安 ，Hello， 欢迎来收看。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那些人都是那个医生跟那个鲁维克干掉的，然后鲁维克再来试一身体。我可以进去吗？我可以进去吗？哎，可以。看今天能不能把它破了。啊！哇！最后一章节了。既然能拿到点数，那代表说还没那么快了。后面一定会有那个、安全区，然后让我们再升级。现在4100。我就知道这边一定要藏东西，也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只是第一游戏就不知道了，而且他一直在给你那个，给你补血道具啊。接下来的一定很难打，一定很难打。我手枪威力改到最高，命中率改到4级。如果还可以回去，还可以再升级。接下来点数我要给他升那个命中率，命中率太低了。哎呦，男主角也太厉害了！每一片组织。Darkness and pain. A thousand other sensations as they probe my cerebral, examine my work. 哎，这是鲁维克吗 ？Of intensity, pain, pleasure, rage. 腿不会断，跟魔猎人一样。Blending together into a single piercing noise until the darkness was broken by sparks. 左右前。太好了。I know so well. My prison. My home. 等一下，这看起来好像是前进。You brought this on yourself. 腿软了，惧高症就是很麻烦。哎哎哎哎，他突然送一大堆武器。The sedative they used on me must have been my home. 原来是这个。I was aware of every slice.Every severed nerve. 我在想说我捡了这么多东西对不对，好歹来一个复活点啊，来一个复活点让我一下储存一下，不然等一下要再重捡，重捡我感到很麻烦。哎，等一下哦，我觉得这个下面一定有奖励，应该说诱惑力很大，可是 我觉得一定有陷阱，比如说突然出现一只僵尸把你咬死。来，
啊，没有手榴弹啊，没有手榴弹。啊，手枪子弹多吗？这边射一发，那边射一发，这里也射一发，还有这里，然后那边也再射一发。好，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就是不下去，我怕怕。浪费六发子弹。哎，等一下，这不是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了吗？好，卢威，来斯里。没有啊，就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就刚刚丢下去了。喂，莱斯，你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欸，你还会梦到逃跑吗？逃跑就近在咫尺。当你的身体还躺在这里，永远不能动，做这些梦又有什么意义？前面已经说了，这是梦世界。来吧，我来送头了，送这温暖温暖的头。话说我们。我们还没到安全区。Leslie， 他都给我点数了。等一下，他都给我点数了，然后结果不给我技能升级。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哦。门，by the time I realized Jimenez had betrayed me, it was too late. 西门尼斯 I was so close. 啊，就是那个医生啊，老医生。Knew that I was too focused to notice when he brought those men.They'd never gotten past my traps otherwise. Their device is a perversion of my own. 你错，所以我刚刚用冲的冲很快，我直接用冲快速冲，在这边绕来绕去的。My theories, my mind. They replaced my husk of a body with. 他在这边给你地图有什么用？这地图完全没有用啊！这游戏目前为止还不太需要地图啦，而且我觉得那地图根本就错误的，我这是螺旋梯状，那它竟然是直条形的，搞什么啊？好，等一下啊，慢慢的，慢慢的，啊好，没有陷阱。来到下一幕，它出现那个黑框，好像就是下一幕。哎呦，东西都没拿走了，奇怪，我什么时候拿的？啊，看起来安全区在这边。拜托拜托，安全区，不要给我放陷阱就好了。
对，他一直在给你点数。好，我们要相信他。来，施礼，你能够带我到贝姐那边吗？只要到那边，我就可以分档。No, I am weak. Hey, 这应该是我的猜想。可能鲁维克早就到莱斯里的身体里面，可是还没办法完全主导，所以他就有时候故意放那个莱斯里维护成自己的意识，然后有时候就掌握回那个主导权，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把握，可能需要男主角帮他做什么，比如说把那个医生干掉。有啊，那医生前面已经被干掉，那时候那个怪物出现了，好像第十章吧，还是第九章，怪物出现，然后他也不闪，就这样被干掉了。就实际上这剧情啊，官方很多都没有说，都要玩家们自己猜。啊，棒，不损点。而且直接给你用。啊，一万，好了，看来应该是要打最后的 BOSS， 来十几次。不过除了那个蜘蛛女郎那时候我一直失败，然后其他的就还好。小心他的眼睛。哦，这边他都在跟你说要怎么样打赢他。Poor guy.
汤米火葬。化成灰了，帮他啊！这是那个当时的那个地方，三个警察，然后被鲁维克干掉，瞬间移动哎、欸！而且旁边坐这么多门干什么？根本就不会走到。哎、欸，烧掉！鲁维克应该怕火。啊哈！鲁维克不是小时候都在研究人吗？就他长大之后被那个老医生研究。刺客教条已上线。啊，来来来，都说不要看他眼睛了，你怎么看他眼睛啊？哇，好多眼睛啊！我说啊，这眼睛是不是也太多？这边一定是打大 boss。先把那个道具都捡一捡。对一下，呵，哦，暴击，暴击，暴击。还有尖尖的，对，那尖尖的一定是直接让你一击必杀。啊，后面后面，太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呵，哦，不要杀我啊！哦，不，这个，我听到声音的，我听到声音的。我说让我上去。发发暴击。哎、欸，怎么我还可以获得点数啊？这该不会是继承到下一轮吧？啊，又是你！每次看东西力，哦、啊，而且我觉得男主角也太厉害。刀下去还怎么样的都没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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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一击必杀，直接被一击必杀了。嗨，我要躲远远。走，我们去捡东西。
那边直接用狙击枪就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这边也来。一发一个，好，没子弹了。哦，狙击枪真的超赞，这都最终关头了，你还在捡道具？哎呦，会闪哦！啊，不要！快点！哎，捡捡捡捡捡，都捡都捡都捡！直接一发搞定，还在浪里那边。啊，储存点欸，哎呦，我觉得好像还 OK 哦，目前为止。继续脸部喷血，我还想说，该不会每一个 boss 都要打一下吧？好，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我想说你防弹要如何，用烧的直接烧下去了。飞飞，啊，火箭炮，好，我决定绕跑。